大家好，我是小爱猫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干炸小黄鱼的做法。小黄鱼的个头比较小，鱼鳞不需要去除，可以直接炸制。把小黄鱼用冷水化冻以后，直接去除头部，然后把腹部的内脏去除干净。这种小黄鱼的内脏非常的苦，所以在去除内脏时一定要完全的去除干净。小黄鱼去除头部和内脏以后，用清水清洗两遍。 接下来切点葱和姜，咱们腌制小黄鱼。葱姜能有效地去除小黄鱼的腥味，增加香味。腌制小黄鱼时，姜可以多放一些。小黄鱼属于冰鲜冷冻产品，姜能激发小黄鱼的鲜味。下入少许的花椒去腥增香，下入少许的料酒去腥，加入少许的精盐增加底味儿。把所有调味料和小黄鱼抓拌均匀。做干炸小黄鱼一定要经过腌制以后再进行炸制。 盆中的调味料和小黄鱼抓拌均匀以后，腌制三十分钟。三十分钟以后，把小黄鱼挑出，去除小黄鱼表皮的葱姜花椒，因为葱姜花椒容易炸糊。在小黄鱼的表皮蘸一层玉米淀粉，这一步也叫给小黄鱼拍粉。小黄鱼的表皮拍玉米淀粉，能让小黄鱼的外皮更加的酥脆，从而达到外酥里嫩的效果。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，炸至小黄鱼。 在锅中油温达到五成热以上，下入小黄鱼进行炸制。炸制小黄鱼时，油温不要太高。如果油温过高，小黄鱼的表皮炸糊了，里边炸不熟。小黄鱼完全下入油锅中以后，不要立即去翻动小黄鱼，把小黄鱼慢慢炸制两分钟以后，在锅中的小黄鱼完全定型，用漏勺打散。用漏勺把小黄鱼打散以后，继续炸制小黄鱼，把小黄鱼的表皮慢慢炸制成金黄色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小黄鱼捞出。 接下来的一步要给小黄鱼过二次油，也就是再复炸一遍小黄鱼，但是这一步的油温一定要高，把锅中的油温烧到七至八成热，再次下入小黄鱼进行复炸二十秒钟，这一步能让小黄鱼外皮更加的酥脆。把小黄鱼经过高温炸至二十秒钟以后，立即捞出装盘，一道非常美味的干炸小黄鱼就制作完成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